我们跳过前面了，前面我们其他，我们先假设我们现在在水里面是吧，板子放好，水深注意在80厘米左右，80厘米基本上你到对吧，大腿到这个小腿沿这里哈，就喜欢到这边、然后下水以后安全钥匙拿好，插入我们安全手环，然后油门这里我们跳嘟嘟嘟嘟，油门起，油门整个都通电了，然后这边这里还有这个我们的总电源开关装上这里我们第一步准备就完成了，然后新手板不要想太多，我们先趴上板感受一下让板动起来的感觉。那趴板的话，整个人从板的后正后方上去，往上手抓住把柄这样子，我角度调整一下来，你不要失败了有点尴尬。好，我们这样子趴板，新手找个大概的平衡，然后就可以轻轻加油门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板的推力加油门。好，我再掉个头好，加油门，然后当你找到平衡感以后就可以加油门，再加大一点，让整个人跪在板上来。跪起来以后就可以慢慢的尝试站起来